我要去洗澡了。哦，这一反应。不是，昨天那套不整了吗？是吗？就是那个又开灯啊，又拿浴巾的，还有水果那一套。自己弄。不是，昨天不是说了以后每天都那样吗？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，对啊。感觉自己被忽悠了。你们就是骗子，我跟你们急啊。跟你说一下啊，既然你已经搬回来了，咱们一码归一码，是有协议还是要继续执行的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上两天你们仨过来玩套路呢，是不是啊？你们是羡慕杀驴，你们这是啊？你们要是这么对我，我现在就搬走，打包走人。哎，我不住了，搬走还不行吗？哎，羡慕杀驴，哎呀。啊，我见识到了，哎呀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啊。哎呀，无动于衷。你们现在阻止我一下的话，应该还来得及啊。我们还是成记者的男生友好。老是拿男士友一些。不是，你们可以怎么这样啊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是个弱吧。那个不闹了啊，那个你们来一下来。干嘛？来来来来来，看我给你们买了啥，王炸苏大强，可好喝了。那个待会我再点点东西，咱们喝一点，重新商量一下行不？这酒精看着挺大的。你们没听过吗？江湖所称巫术夺命，强闯丢魂呢。那个真的。还挺好喝的，不苦有果味，一点都不苦。既然我已经搬过来了，那我也不折腾了。搬来搬去呢也挺麻烦的，我住在这吧，里面安全一点，对吧？嗯。那个，但是那个室友协议呢，他能不能稍微改一下，不要那么针对我，行不行？啊？呀，我想吃饱了，你吃饱了。哦，哎呦，头好晕，我要睡觉了。不是，喝这么点就醉了？这酒精有那么强吗？哇！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也吃了也喝了，你们就这样的？啊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应该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叫饭。你不用给我送饭，老板这边管饭呢。带了带了，你吃点吧，都是你请的吃饭。那行吧，我吃点吧，嗯。哦。这不是我们吗？那么长时间没见面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你现在谈恋爱没？以前公司那么多同事追你，你可是没一个搭理的呀。谈了，见过男朋友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先不打扰你们了啊。哦，那我先走。嗯，你收起来吧，我不想吃了。我怎么不吃了？你再吃点吧。我不想吃了。你今天起点没吃吗？嗯，起了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哦。嗯，给你洗好了。嗯，洗好了。那个，你换的衣服给我吧，我给你洗。嗯，不了，我一会儿自己洗就行了。嗯。嗯，那个天气变凉了，你睡帐篷还习惯吗？哦，没事，那个习惯了。嗯。谁呀？我接你。嗯。咋了？你干嘛呢？刚洗完澡。啊，听小米说你搬回去了。哦，搬回来了。那个最近天凉了，自己多注意点啊，别生病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有啥事吗？没事儿，就是问问你。我过两天就回去了。哦。啊，那个不跟你聊了，我还没下班呢。哦，嗯，拜拜。哦。